哇，所以相亲啊，赶快啊，还没起床的朋友叫他们赶快看啊。皮球放掉，对林哲瑄来说呢，真的希望他能够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好好的发挥。有大联盟虽然有两场比赛的记录，但是没有打击的记录，这都是在上来做守备。这一球打出去反方向，哇，上到看台是打得很扎实。比较不利的地方就是球数现在是绝对落后给投手。原来那个球是应该出局，一个中间偏高的一个快速球，打了界时可惜是棒稍微慢一点点，所以在一垒边线出了界外。叫了一个暂停，退出打击区再准备一下。二三垒呢有队友，没有人出局，红袜队呢非常好的一个得分机会。林哲瑄的打击，哦呦，没事，坏球。全场精英队的球迷都希望这个球判好球啊，内侧稍微内侧点，你看这个 K 中就知道。非常接近，但是确实是个坏球。太低了，这还是一个坏球。林哲瑄呢，这一次选的是非常的不错，两好球，两坏球。巴比巴伦泰。球打出去，哇！结果找到三垒手的管区，传一垒，被封杀出局，形成了一出局。不过呢，垒上的队友呢，也没有办法推进啊。对，这就可惜啊，因为打了三垒边线，你如果打游击或者二垒的话，内野防守圈没缩小，你可以赚进这一分打点。但打在三垒边线呢，三垒上的跑者只有回到三垒啊，不敢往前推进。对，形成这局的第一个出局者。